那么今天我们见证海洋风电示范风场完工，这座风场的商机代表了台湾从规划走向落实，成为亚洲的先驱。现在日本、韩国的团队都来了解台湾成功的模式。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让台湾成为亚洲绿能发展中心。具体来说，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持续努力。第一，要落实并扩大绿能的目标，让国内外的厂商有信心，而且能够长期投资台湾。未来我们要用行政院的高度专案督导光电跟风电的进度，邀请各部会把所有的困难都盘点出来，一项一项的来克服解决。我们要请经济部的沈部长来尽速研拟离岸风电的区块开发的政策，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提出2026年到2035年下一个阶段10年的吉瓦瓦的新目标。第二，我们要加速推动智慧电网成为支援绿能发展以及提升电力品质的中枢系统，更要在2025年达成相关产业年产值430亿的目标。第三，要打进国际电源的供应链，把台湾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未来要放眼亚洲，走向世界，组国家队，打进国际绿能供应链。最后呢，我要祝福海洋风电的团队顺利完成台湾第一这个离岸风场。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起在台湾能源转型的路上，在我们产业升级的正确道路上，我们加速前进。谢谢，谢谢大家。